忘不了的旧爱，那些想对前任说的话。我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嫁给他，可最后却因为一个小事情，然后就分开了。就觉得说，如果说当初把那件事情讲清楚，有没有可能还会在一起？不然我今天试试看。反正我要，我横竖都是会被骂。如果说横竖都会被骂，你不如打给横竖法师。喂，你打来做什么？我们没什么好说了吧？好。你如果生病了，你就去看病，没事就在里面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大跟班。